现在我们来举行谁是抢答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第一题，谁可以背出最长的圆周率？请抢答。三分。三减一是一五九二六。怎样？嚣张了，我讲的比你更多啦。三减一是一三四五六七八九。这个答案好像不对哦，所以是三分获胜。Yeah!刚刚输了不用担心，我们接下来有第二题。第二题呢就是猜成语，那我们等一下会请我的小助手出来比一个成语，那你们就要猜那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我的小助手。七八八下，错，错。